这个小子捡空投，结果摔了个大跟头。有车声，这个时候他队友好像来救他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们几个是一队的吧？连出场方式都一样的。还有一个，你小子在里面泡澡不出来的你啊，人呢？哎，我看见你了。我操，武警！这个时候我想去当一个老六，就发现这里有人在救，那我必须把他带走啊！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哎呀，你看这人还送我火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这个时候咱们启动来高点，就我现在这个位置，来几队打几队，谁要不服谁就得下跪。高顶有一个，打他。你还想启动跑，你能跑得了吗？你拿下，一点儿都没慌。决赛圈在地上当老六，来人一顿 biu biu biu，击倒必须秒补，我是谁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这个时候又跑下来一个，你还敢蹦高啊？你找啥呢？你啊，找老六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感觉有一双眼睛在那看着我，穿着吉利服，你瞪俩大眼就往我这看呀。你啊，队伍两个已经被我锁定了，你要敢出来你就没命了。这小子不是圈，他出来了，吃鸡一点儿都迷糊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，看我直播。